Ingrid， 杨德珍，叫做蔡子花，我爸去。你把台湾寄过来，你两个哦。你看我眼光。有看过什么景无？甲本地做报告。无就无啊，有就有，袂要紧。八十五年就变成这家路线，但是真见效，就是较近啊，拢有啥物？无这无见效，啊，安尼无就拢见效，哈哈哈！哎，无见效啊。所以今仔主人咧流落，强调主人啊。看到你，我就想到你啊，哎。我有印象照办，我真浮出来，台湾那个样子浮出来，看那面色面色是面改，哎，真搞浮出来，哈，无思想那有啥物见效？有啥物向导，迄就足尊贵啊！即摆这时代有啥物向导？哦，去抽时间向导，我你要怎讲？大家咧升官发财咧，变安怎趁钱？变安怎想法？啊，愈变愈烦恼。啊，咱咧变生命的永恒。要时空的安住，争升官发财，争来斗去，一大堆烦恼啊！向道，哎，尊贵的心啊，向道行就是向永恒的路行。各位的安身立命，庄主的思想就是安尼。啊，你咱走到台湾找我，应该拢有失足啦。恁太太看足好，啊，你看袂讲遐好啦，是不是安尼？所以叫本尊提升。认真讲是家己提升，讲你吸收会到，啊对，起来。你去台北是你想要去，还是恁太太甲你压去的啊？哦，想要去啊！哦，想要去就较有可能啊。太太要去上山，迄就较困难。足侪人开始无思想，啊，忽然间，一两人、两三三声，到尾也着有思想。要站立的时候，你甲听入来，听入来，听入来。啊，莫想，莫甲想你家己，我哪会无我思想？有人看。DVD 看到有思想，所以思想这有无含家己个性那有关？啊，无恁太太那有恁同事认识的，有恁那无？唔是你比伊较差，唔是，或者你比伊较聪明，你才会无思想。做主人啊，有就有啊，啊，做主人就对，唔免去叩修，唔免去仪式，唔免去口口跟他拜拜，原来就是光给你照明都是紧啊。你要靠科修的就比较困难嘛，科修的迄个心足可贵，你看有诶法师，啊是修道人，啊是从宗教去十年，咱拢无半项，伊心足可贵，但是伊诶方法无更照着，所以靠更照，更照，你家己爱摄受会得，因为化身起来点燃，化身咧互伊更照着，诶，至少看到最后就彩色，因为自信啦。禅定、苦修、坐忘、心斋、无伤我，真的袂记家己安尼。你看电眼就真个插头安尼，吸茶茶，整个睡眠状态就更久，自然流露的是安尼，自然而然，不知所以然，所以提升自然提升。你讲平安健康时阵二十几年，你袂使讲心咧。身骨无差，看你画色电然有对无啦？啊，你今日咱看到彩色个吧？好，请坐，请坐。我要礼敬一下本尊。哦，没没啦，没啦。好的，感谢本尊。没规定，没规定。一定来，一定来。我叫叶秀煌。上一次本尊有赐妈妈一个圆光，因为我妈妈，我那个刺是带动那个带动五色珠，我妈妈的病就真的好了。好了之后，我再来参加战役会。本尊说我回去可以帮妈妈安圆光，结果真的很感恩很感恩，回去我就按照本尊的方式帮妈妈安了圆光之后，妈妈现在脾气超好的，就跟以前完全不一样，然后也很开心，所以这是我一定要亲自来这里一定要打谢的提升感恩。改变过去你就明白变成好的，好就是要向好向光明，好就是要光明，身体有病思想观念黑暗，啊，更快要甲你照起来呗。有说是有个人有效，有个人不是无效，伊去无到。是真的有效，它真的有效。有说是就身体舍利子的，就是有说是话是有说是里面才有舍利子啊。有说是发出，看你人的造化，去无到，话是起作用。
第五号啊，这些天波的五色珠，很感恩，很感恩本尊、欸。而且我还看到我的婆婆跟我的公公有圆光，然后我就看到他们往生者有圆光，我就很感恩，很感恩。哦，连仙人就是自己的长辈都会。团扩散，圆光无极限，一直的扩散。对对，所以我们不枉此生。哦、嗯，然后很感恩本尊。哦荧光跟彩色是小动物的对吧？对。那伊个在念，你假设你的随时有点随时，那你能确定？不能肉体听袂落啊，灵魂的色受不是肉体，包括荧光。咱人肉体是针对世间的生活，南波、天波灵魂的爱，有点灵魂推动肉身有关意识，是不是耳朵推动你的第六意识这两道？你念到啊，家己唔知影，奇怪了，啊，这也无啥人走来吃，意思了。感恩粉真的很美好，连生活面都会很。也是生活层面，食茶用餐如来明慧，迄唔是幻想的，那都实际的。唔知后面句，也咧念的讲，比做皇帝皇后拢较好，皇帝皇后拢会用海事台事去上咧，直达向天下王。安平泰，十大战天下，安平泰，天下王咧，十相流行，在天下万物里个尽情流行，天下王无往而无害，来安定你的心，安心，无歹。哦，那个意思，你若当进入十相的内容，一切拢真的，真的永远袂变的，真的啦。实相永远袂变，真实相，简单的说，实相袂变的。我比如你今天看作水。十年后再看，世上再作水；一百年后，世上再作水。徊水，美丽世界，美丽生活，世上永远美丽世界。包围了继续个生存的思想空间，叫涅槃世界。一旦有世上，你入涅槃，就入迄个思想内底去生活，叫做入涅槃了。入涅槃了，圆寂的圆满极尽，世上在心就该享受到，唔免等到包围以后啦。就是进入到法界，然后衍生到天上，然后你身地在那天上的时候啊，其实法界没有顶，你可以再一直往上延伸，嗯，然后它可以到那个它的整个虚空上是很美的、很静的，那个宁静是你自己都没有办法感觉到旁边的任何的人物，没有任何人物，只有自己。见毒，你也说在庄子留下来六极之外，见毒。处理六极之外，六极的上下四方，六极之外，对，就很宁静。上次在大阪回来之后，我整个我好感恩本尊，很感恩。您我哎，我贵人，我未记你的贵，给，您贵够唔免贵咯。我一世人都较无甲人接触嘛，哦，啊，就是很多东西一离。太子饲囝啦，啊，以前住花莲嘛，啊，来台北的时候，我拢个生活饲囝呢。嘿，我来台北十几年，我感觉讲我要转去，要转去安尼啦。啊，我从，啊，就是你找我的厝啊，真感恩。你转去对啦。就是大家唔知啊，啊，加杯啊，要回归光中啊。哦，回归光中。嘿，我要对光行。嗯。嘿啊，即嘛是感恩本尊。因为我一个花莲的朋友。哦，哎，伊敲电话，伊拄仔伫协会，我着哎，这个就是我找的，我有看到遐光啊，我着进去，去一去我着知影讲，那是我的家，哦，就是我要找寻的，哦，你要找的，我着开始归宿，嘿，归宿，啊，伫看 DVD 啊，啊，找对本尊思想开始有，可是我内心就是对波啊，嗯，改变感啊，这波人的头盖以前我看会着。我即马就是要感谢本尊，就是讲，即阵啊，就正常。我看你的 DVD， 我在密宗，啊，这些写法我都做得出来，我都用曼达拉赞颂光啊，大日如来，大日妈妈。可是，在我的意念里是，我是在等你，百千万劫我在等你，等你提升。即世人我知影讲，我在精神跟肉体吼，体内的，好啊，我在等你这个因缘。放光提升我，我看到很多孤儿寡母，佮破病人，阿伯阿弟康复做十几年嘛，吼，就在那边修炼十几年了，所以那时候有一个愿力说，
啊，我会使帮助即款的安尼。好，就是我知影啊。啊，我来解说，就安尼做参考啦吼。道吼，翁生子对黄帝讲的，我引用老子讲的“所言报义”啦，庄子的“所其一”啦，“处其和”啦，“所其二”修得你本体，不是用本带。庄子讲。有带无带，大鹏鸟在当空，在当飞空中等待的，不是多啊。大华自然看到人生的苦，要投入光中的等，道心真好。恁忽略掉自己的本体，没有所其一，修掉翁生子、老子、庄子讲修掉的主人就产生一个功能出来。哎、欸，这修不是说修的作怪，不是这意思。所其一的修的本体修掉了。按照修，我本体的存在，所言报义啊，你的原来，你的本体啊，你的原来就是你的本体啊，原来诸相所住，和本体同时存在，喝茶、吃饭、起居饮食都和本体在一起，碰到不如意啊，对我人背，不使怪本体，别让本体承认，啊，了你的万物之宾，就条本体流露出来，万物之宾啥意思？就像那人客同爱吹你。万物之病，你看国王啊，啊，足侪人起来找你，万物之病啊，所以你无所言报应，你思索啊，对人多去关心去，关心就有烦恼，关心这，那这啊，搁等，等无得艰苦呢，等一种空茫等待的苦呢，肯定是自我免疫有本体同在。本体流露出来功能，让你用，你的愿望拢会达成的。那个万物之宾。反正我以前做就是。啊，过这得这。以前做就是，就是爱盖主宰，啊，自己不认知，啊，就是都看得到，啊，也进入很多法界，啊，结果我也就是讲话的，结果去讲的啊。我这样子对。本体当咧流露功能出来，就起作用，物质入面有作用去。即马就是。处其和，就是要含和。你若和到，功能就是你的，自然就变。哎，本来就是你的，本体流露出来，本体当咧流露出来，你莫当啊，家己像镜头当咧布电影，你这手当啊，家己扎，全当咧乌暗滴咧。所以功能到尾爱回归你。哦。恁无爱流露，无爱功能，啊，无爱功夫，本来就搁求本体，你就含你同在啊。不合的，不处其一，不处其合。你表达伊个，你表达你个，当然袂合啊。维摩诘经一句话：不合即菩提啦，不会即菩提。对对。伊讲菩提啦，不合即菩提。嗯。不会相会会，不会即问。你会合，搁再袂合啊？安就是恁合菩提啦。啊，我不按照合，按那会，按那会合，处其一，处其合。你人生你的愿望，种生活品质，规个拢提升起来。嗯，你学多大家意义甲目的。本尊，我会使请你帮帮我。啊，请坐。哦，我今仔就是讲，你规个我会拍摄，我真正是很感恩。人的范围有限嘛，要看无限，本体有无限功能，有长进而乐，永恒有足侪功夫，人无啊。你还没挖到，汇合到。要等于你的啦，功夫流露，甲四分离了，哎，念分离啦。要功夫要流露，就困难啦。你有功夫，你佫无爱，无爱哦，剩了不一寡有玩意了嘛。我会执着。功夫是化身的功能其中。对。现在学来吼，学执内容都改变啦。我知道我那房东就站在坡，可是我刚一进来，他就很伤心，可能是我人配合无好啦。波的这种等于光中这样子，更有震动的产生波，光波，波是按你震动来，波会产生种种感应，所以你唔免考虑伤济，所缘报应啊！你尽管执着家己，哦，这样，侬注意这个恶来哦，啊，这个不一样啊，所以我还建议所缘报应啊，这堂课啦。谢谢。
只有的前几分钟，希望讲啊，你给我调整，调整啊，靠家己调整，调整是讲啊，靠家己调整，这家己的调整是调整用思想观念调整，对，思想会当掌握你全部行动。就我要起来啊，一定先想到啊，起来。我不爱安尼做，你就不爱安做。你的思想会当调整了，肉体思想控制，不是别人给你调整。肉体啊，思想啊，走去，像咧阿拉也是啊，走去，下人就操去安尼。肉体是干部。你五官意识造成的，恁观念、思想的。对，嗯。你不是病啦，你是家己五官意识的作祟尔啦。好，感恩本尊。所以这叫做好的棍，弃我执，弃我执破无明，活足快乐，足幸福，身心健康，所缘报应啦。两字境界适合你啦，顺势个静观啦。顺势个静观，你做会到人哦，凤临毛角啊，还是凤毛麟角啦。哈哈哈！哈哈！小姐，感恩本尊。再生。好了，你跪了，好了，免跪，嗯。谢谢。我叫沈台凤。沈台凤，你还讲好听。是啊。这个命运，这个名字很坎坷。哎，我现在是都没，我没有讲什么，只讲跟本尊能够开示。我不知道怎么走。顺势。静观，哦，静观，我要路要怎么走？你们讲安怎行？啊，你得顺势静观，你咧站立，静静啊听，听，哎，忽然间，哎，我嘛看到啥物？有人看到光呢？哦，站立光，哦，真正那看到光，我看到家己，啊，你也抱着讲，哎，我要安怎行呢？过到十年嘛是咧，我要安怎行嘛是伫遐咧走，惹到一堆烦恼，啊，就排斥。你只能当行这条路来，都是行道来，不是行这个团体，行道，行找本体的，就你家己有本体。不敌心中，莫眼求，就在你心中。你行这条路，注意本体，本体接到你，啊，接到你就看到足些万物，看到因咧讲的足水的境界啦，啊，佮看到家己，会当看到家己，就当看到真善美的世界啦，就这么简单。而且任何人都有，都可以。心情都静不下来，有时候都。但静下来没有关系。如落难的人，如落魄的人，如困惑的人，破相显性，那如紧。你看，那囡仔唔捌字的，无宗教信仰的，还是迄阿婆、阿公、阿伯，迄卫生还足好呢。大主法师半只眼还看无呢，含身份、地位、知识有特色，我这无管。我要见本体，安尼尔，那有啥物事？本体伫你心中，你要甲请出来啊。啊，即种简单啊，请出来就是看到光，看到你家己啊。像你要找朋友哦，在哩高雄，来坐车安怎去哦？坐因的坐高铁哦，啊到啊，找到。啊，你即款找本体哦，静观顺势，看本体的动静，听因的站立，先点燃起来，看本体，等于看你的分身，咱就一条路啊。哦，我就在家里看那个站 DVD， 迄也是好。咱对你本体有效的，有阵仔看到，哎，忽然间看到啥？某人看我 DVD 看到对电视惊着，已经随归了，粉丝把扶起来。嗯，扶起来当然是粉丝，有一个震撼的，哎，听也听不到，我喺电视出来，就是啊，我相片来出来。我就是爱去惊。阿妹连咩无电哩噻，我惊哩，我是讲是我的发者，因拢会讲讲的，是我的发者，哎呀，是啊，我惊哩，我之前有讲，我听到本尊声，可是奇怪，别人讲袂安怎，讲我讲，你顺文心是在空想，顺是静观，文心也袂发表达声，你都惊着了。无啊，伊，你就是爱分心啊，气啊，讲互听的时阵，人都是甲我。爱就是都是你含本体的观念，含别人。无啥物关系啦，诶，伊无你个体会是，你讲我听伊袂共鸣。我随时伫厝哦，收获很大。我等我来讲分心啊，看你个 DVD 啊，就如同进入你迄个 DVD 咧放光诶，我拢看会着嘛吼。啊，我也可以形容啊。假如说想看，他就给我看。既然想看可以看，随心所欲，想看就可以看你，你想调整自我就可以调整自我。所以我已经拢在伊讲诶，诶。本尊，我好像
讲叫爸爸。人即摆叫我爷爷啊，我进步啊。迄个意思就是讲，你是源头嘛，吼、哦，我就是你。我唔是源头，我是介绍人。源头是大日，我唔是源头啊，我才几岁呢？源头。我来，反正前脚。源头是这个大日，我囡仔发现着，我哪会看到这个大日？少年就是以后，以后几十年啊。啊，我若要指标准的中国传统的乡下人，伊十七岁不学了，啊，落雨雨足大，爱伫灶骹要走过客厅，几步就到啊，就走水较定哦。雷公诶，雷雨交加，闪电，而且对个院子里面出一头啊，哦，啊，我若要听下面大日烧落，昏去，醒来了伫客厅啊，爱伫想几十年，奇怪，落天来出一头，了去，因为我就囡仔了拢伫看迄个日头，看迄个前路光，伊到倒拢想着老母。迄个前路光出阮老母当中话讲话，阮老母无一种就甲我解除答案，我也无问伊啊，爱家己先讲出来。啊，阮老母听我咧讲时，伊在伫边啊，伊啊，所以想起阮老家遐济啊，阮小弟跑掉啊，所以你那是源头的，你那当初唔是我。那个意思，我不是源头，我是给你介绍。你听，感觉都阿姨，哎呦，那有可能啊？你安那啦？听起来无可能的，未曾有的啦。那有无可能？无可能变有可能啊！实现不可能。那不会直接去听，那听到迄、那個，听袂到。来静观，静观啦！哦，听啦听啦，那有可能会分心。欸，那有可能，这话你会分心的。拢有可能，即下几下会分身啊呢？哦，所以甲顺势进观，恁两个拢顺势进观。啊，第一爱看到分身，主题是看本体交往，提升你的生命，大家生命拢提升，按摩真好，大家拢提升，自我提升，家己先来提升，再大人来提升。你家己无法度提升，要家己提升别人。恁看到的，我这个答案，想救啊，分身救啊嘞，两界死无去。想救啊，分身救啊呢，无可能，这你听得到未？我都无去食，又爱入面呢，哎，真正呢，哦，分身救啊呢。刚本周我想说，我爸妈身体都不好，我可以帮他们。有这个好心啊，你讲你讲你有，有都有好个重要。顶两届 DVD 迄两个就是孝顺，来足紧的，带动着有都百善孝为先。百善孝为先，我做偌济先出这個人先，孝顺为第一，孝顺恶多的足紧。你本体先完，那孝顺你的本体嘛，顺顺。哦，做偌济功德，做偌济功德，金刚经讲，实相的第一稀有功德啊，实相的是功德啊，实相啊，无量寿经来讲，菩提树，菩提果。看会到，五行会到，得无生法忍，闻会到，食会到，搁树仔影立会到，迄丛树啊，迄丛菩提果就是功德，实相的第一功德。有，是上功德了，得菩萨啊，你爸母都有啊，孝顺做人扩扩散着啊，迄叫做功德。第一世有功德就实相。做偌济功德，我去了就袂。梁武帝去上济庙，大家也知影。梁武帝去出家三界。世界啊，军费啊，军国库的钱起起庙，接着达摩做寺了。两个人足欢喜，我有功德无？人讲你无功德，你本体无显化的意思嘛？本体无显化，哪有个功德？本体显化就是实相，所以实相即功德。啊，有本无？无本。哎呦，我做遐济庙，去要敬不了，讲无本，冲。冲着啊，别人谈不来，面壁九年，故事大家知影。到尾梁武帝去用火井啊，困伫个台城要死啊，困伫个台城啊，城堡里面就饿死啊。不但来救，不搞来求世界和平，来求平安，将梁武帝做上一个功德啦，不就对平安无？问题的台城，有为某者进者，家己变饭菜，这拢未枵死，会当救你，也是你的本体。
传统信仰，咱有滴尊重，做得个要死啊！功德，金刚经我食个宠物，所谓功德，实相的第一稀有的功德啦，实相的本体显化出来，我可引用无量寿经，释迦佛甲阿难来讲，菩提树啊，你也看得到，菩提果闻得到，食得到，尝得到味道，一言一行个照得到。得无生华的大菩萨，直入佛道。无生华的不退转啦，就未轮回的意思啦。所以人家己的本体，正正都就是你家己的本体。我讲本尊，讲本尊，讲本尊。我是今年新加入华生宗的。我透过 DVD 呢，经由本尊的带动哈，我慢慢有一些进项。但是在幸福美妙的今天的日子呢，我希望本尊呢，能够帮我安阳光稳住哈。阳光哦，安阳光就要先看到家己有看到身上的色彩，树啊、杯啊，看有无？我可以看到色彩。您看到色彩，看到万物，是 DVD 看出来。对，透看过以后，我可以。我 DVD 你带动啊，你有那看到啊？哎，我看到。我看 DVD 花，然后一转身看到前世都是主灵，主灵，主灵就是流露广大的内容出来。你要是书上就会去切断，本来咱一万公里的广大，一公里近观心平气和，看一粒花，你会当看规园的花。安尼讲，我进伫遮做标准，或者你伫厝看花出现，嘿，有啊，我花园花园较快。哦，花园花园地壳哦，当你散步行花园，啊，边遐一个水池啊，水池啊内底有金鱼咧游，看无？有。安尼第一行开始，哦，遐一个荷花，荷花的花，青色的，知嘛吼？荷叶。或者加青蛙。青蛙。你来叫买油买油，有无？你有听到无？有有。有听到就耳根开了，安叫主人耳根开，干吹耳根得开。两行啊！你听到这声字嘛吼？好，一压压压压，有听到无？嘿，第二行就稳定啦。嗯。第二行，迄水池啊边啊，一个喷水的咧转。嗯。水深啊。啊，搁第二行，第二行，行，一只狗啊咧吠。有。哦，好好好。好。耳根开了。哈哈哈！哈哈哈！我行行行，这倒啊两杯茶伫遐。哦，嘿。这倒啊两杯，我讲你舒服嘛吼？嘿。杯啊，改成这地，嘿，白色。哦，啊，你今日即个提起来，你不是杯咧等你，你不？嗯，是。无，我都无，我都无。茶啦，茶就是喝下去就是茶。就是这么简单，一根开六节，一行啊开干开六根自动开，你点着地啊？是。伊安个，哦，行到一根草毛，草毛，草毛下骹是瀑布，哦，瀑布足水个，有无？你看，你徛伫遐。草帽的门顶端有一个日头，大日，嘿，嘿，阳光，一只阳光，啊，你徛伫遐，嘿，阳光看到哦，确定哦，嘿，啊，阳光背来接近你的面的，你头后壁，嘿，啊，你有阳光啊，哦，谢谢本尊，谢谢本尊，让我的华生有永生的欢喜。让我的华喜能够源源不绝的流通，来本尊，有有有，好来，谢谢。刚刚在谁看了眼光啊？温馨，你看了一个低啊，有最近的有啊。谢谢，今天看到东西才可以这样开那个，像我们到还现在看不到，就没办法安。我咧安眼光，你来讲的是你两个对咧看，怪。啊，真正拢看有哦，都那时常有。是声的，咱演几下的。想象啊，可以想象。想象不是回忆，回忆，回忆啊，还是做梦，梦幻泡，是上真真正看到。你是真正看到，真正无啦。伊是抽象，像咱的回忆，长期在去讲，哎，回忆迄不是啊。我跟着他意念去看了。你一个茶啉袂到，就是迄杯茶，你甲取起啉袂到啊，啉迄茶味就是啊。六根开要看伊个大日就简单啦。哦。看会到就得会到啦。伊即阵看到家己的分身，佮看到大自然，看到伊即摆服装的分身，徛伫头前安尼有无？可以。安地分身啊。
像我们看不到就没。伊万一是伊作孙，人身边即个孙子，我头拄仔甲你讲个顺势。进官哦，你做新兵子个咧看，你看伊无插一句意见，无一句恶咧，差差伫遐哈，伊个性就是安。我拢去用惊，想要惊你，是家己惊家己到那种惊。本尊，你个因吼，我也看得到，我会安尼，你安尼好，那一股能量，我会安尼小行者安尼啦，像我安尼看到金黄色大日，看大日啊？有啊，啊我就是安尼。啊，已经差嘛，我看无。有啊，不过会敢那较清醒，袂惊啦，就是袂惊，唔当在你面前我敢。好，来，共享。感恩本尊分身，谢谢本尊五月份的接见我们哈，然后感恩本尊的时候帮我带动六项。对啊，你带动的，你拢有无？有。那本尊说叫我要用，所以我这段时间我也是在体会怎么用。我在成本尊 DVD 里面。里面就是食衣住行各方面都可以念，都可以下去用。我在感恩本尊的时候，看到本尊的光法相啊最清楚啊，有时候看到自己就比较又好像没有那么清楚，对，还在体会呢。感恩本尊提升。啊，但是用草帽，有用草帽光光啊，一开始瀑布，有看到，有去底下耍了哦。啊，你底下穿这种服装在看大日，有。恁看你的背，对，我是看到背，有清楚，有。你的背影转过来看你，你有看到正面吗？正面，不晓得。来，搁挖过，搁挖过啦吼。好。挖过来，看你清楚。有。有啊吼，一念间啊。感恩本尊。潜意识，我边看本体清楚，清楚。感恩本尊。挖过，叫背影向着你，恁潜意识把我边做足清楚，搁会发光，挖过来。有啦哈，哦，感恩本尊。那念头还是念头的调整。我现在知原因啦。用就是要透过你的思想调整掌握，因为透过你的思想用你家己肉体来。啊，要大家用就要经过很清楚才用得到啊，无用袂到啊。对，感恩本尊。啊，你若家己的分身会清楚，用吃喝饮食娱乐都拢会到啦。对。感恩本尊。然后就是有时候没有想到的时候，它会自然流露。就前一阵子也让我看到一个这么大的一个绿色，非常漂亮、亮丽的、很亮丽的光。哇，我们世间看不到那种绿色的颜色，好圆、很漂亮。晚上睁着眼就看到。希望本尊可以恩赐一颗金刚心，然后金刚心让我就是可以不要退转，然后也请求本尊就是恩赐我如来明妃的境界。如来明妃哦，你用体贴就如来明妃。天庭那边境界真好，如来明妃嘛听。金刚心是你家己有金刚心，不要再说你金刚心。他都要讲菩提是菩提果，无生华人的金刚心啦、啊。你进的程度的已经有六项，搁再看足清楚安尼，随时起相，起体呢，足远的境界呢。啊，你得用大家金刚心啦、啊，因为你学的功课、学业、研究、人部的影响，忽略实相啊，你就家己失去金刚心，实相是存在，念书。不影响思想啊，思想不影响你念书啊。读书不但读得好，而且本体也显化得很好。本体显化很好的金刚心啊，本体显化得很好，看起来没有作用，没有用，就像庄子，没有身份，没有地位啊，落魄啊，要穷困啊。你偶尔去想，梦想都没落用啊，没落用会当变大用。看起来没用，有时候是大用；看起来都有路用，有时候无路用。庄子上都有记载啊，葫芦啊，做大要做较对啊，做大无用，用来大用。啊，你死个较刁嘞，会当做牌啊，造海嘞，袂沉落啊，比大用嘞，较刁会当做牌大海嘞，那也无用。
本体是嘛，快干无路用啊。就咱带你将生命提升，幸福、快乐、幸运拢来。万物之病是你无发现到的，功能比咱较大。努力功能爱靠努力，靠啊，靠读书，靠科技，就食头路，食头路固定生活，固定生活时间，吃喝饮食伊都安定呢。只想以生命提升，生命的角度扩充，人生意义不一样。你看这里，靠你家己自己的理想目标，保持本体，永恒不退的。现在你家己本体生活到这个程度，永恒不退，你认为没有什么用，因为你要念书。其实是可以连接在一起，本体绝对对咱有大大小小。你也当联合啦，是你唔知变汇合啦，那当然联合兴旺，汇合就是幸福、快乐、幸运，你会觉得无上的荣耀，你太幸福了。你提出如来明慧，我能给你回应。你也当如来明慧，就当处理啦。处理是足广大的，处理才能进入时空。你也当演如来明慧，初步。很多人呢，比如说很多那个茎继续保留。哦，我常常说，哦，你经过花，都很清楚。哦，经过花，看到水池，哎，站在那里看鲸鱼游来游去，很清楚。实相看得很清楚，视线要连播连接，不是亲人跑到那里，但是也可以到亲人面前。现在移到你面前，你用肉身的眼睛看，一样好。暂时第一关先做实相，你的婚身啊，草毛，瀑布啊，周边你看，悬崖峭壁啊，瀑布哇，空气都还很新鲜的，草毛底下的瀑布，一个很舒适可以安住的地方。进去瀑布，你就草房的底下那山洞，好，你看到。瀑布走出一位裸女，很漂亮。裸女在瀑布里冲洗了，有没有看清楚？这个时候你思想要投入啊，要投入水瀑布裸女，至少动作你看，眼睛都还看你，裸体都看得清楚。后面跟着一个美男子出来了，一直拍摄拍摄，很亲密在洗澡，你看得很清楚，裸女就是你，美男子在帮你洗澡啦，就可以如来明慧了啦。所以像我们洗澡，你这里有感觉，搓背的感觉，擦背变擦背啊。女男子替你洗澡，他100岁都不会消失啊！实相都可以变啊，实相是你变化的啊。师兄们，女主角就是你，实质你样子不是你，裸女变做你的样子也可以啊，完全一样。现在移到你面前来了，女男子抱着你的背面，这样就可以如来明慧了。怎么如怎么明，你自己如自己明。啊，就这个意思，用你幻想可以实现。来，回归原位，在瀑布洗澡，洗澡，洗澡。现在变美女好了，变美女和美男子，啊，你的视觉是你，感官是你的视觉。如来明慧，你自己想下去，自己想。我是个女生吗？你自己想，自己想。大大方方想自己想呢，确定你回去才能自己做。有摸他的肌肉感觉，摸他的肌肉弹性，然后有我们带动，有抱他感觉。我们照你的意思，第二个动作，有第三个，有继续下去，如来明慧开始，你就以道敏和，法身演得出来没有不对的啦，方乐法身。你知道马懿龙期待多久啊？只想这里面随心所欲，50岁、70岁、90岁，你随时可以演变出来，自然流露，
献出自己的本性，以道明格。实相不拍谁啊，实相没有是非善恶啊，实相中道啊，实相是变化的啦，自由自在，随心所欲啊，实相没有嫉妒，没有仇恨，没有羞吗？洗完澡照你的意思这样，你想喝杯茶，喝杯咖啡，自然茶杯在等你，那杯茶你喝得到？自己幻想什么都可以，任何美男子或任何美女你都可以变化。如来名为可以饮食，可以娱乐，如来名为你的程度可以实现，干你的法身敏和，你勇敢提出如来名为道的提升、啊、老子说美哉自乐啊。那第一个 DVD 内底啊吼，听马英九讲，那个粉丝讲伊他很色，他很色了，哦，马英九红色了啊，讲伊他比较好色啦，哦好色，哎呀，你马英九好色是开玩笑的，哎，我跟你开玩笑，所以去年去新加坡的时阵啊吼，迄个许淑静老师讲，听到这个像这个许英龙爸讲他很色，伊嘛讲，诶，本尊乌云乌云好色啦，我就听一个他，你当老师也很好色，那时候我想讲。第一，卡在认识来得及，老师非常神圣，神圣到我谈别墅特分明起安尼。我讲奇怪，怎么会老师我讲说他很好色，啊，我当时嘛讲，那我要跟本尊讲，要说那个要如来明慧。所以当初嘛吼，本尊有说如来明慧是阮太太，但是从去年到即阵嘛，刚一届早时啊吼，小古店遐，我着上洗手间倒咧，讲奇怪，啊，阮太太今仔奈伊都跟阮查囝困嘛。我讲我头壳徛伫，还佫伫隔壁经人啦，即马倒伫我身后边啦，还佫若扑上来，啊我捌甲讲，哎，啊结结婚三十年啊，你今仔来足主动，吼，啊我讲，吼你当安尼话，唔了我听你咧，所以敢若一届啦，从差不多四五月有分去增加单啦，啊所以我种即个迄个疑惑就讲，拢大平话讲定定有定定，我那旧年转来才即马才一届。实相。嘿啊，都夜行啊，变来，啊，就穿什么衫来，安尼讲落铺上来吼，啊，我一直咧回，一直咧，我就变实相来找你。嘿啊，啊，我一直讲，啊，迄间就难做爽快嘛，啊，我甲讲，哦，啊，就你若遮好，你若马较早来，我说一直等你等，啊，一直等无一个女来面好来。啊，你就是迄日等真无去啊，第一届来你无等啊，啊，无等家己来，啊，无你来叫主人啊。啊！你等都无啊！去年二月吼，二月是到今年四小四五月，才来一届嘛。吼、哦，啊，到放来一届就早注意啊嘛。啊，怎么？如来明慧，主人，你的本体展现嘛，唔是恁太太去处理伊的实相去找恁，你的本体变恁太太如来明慧。啊，我就是咧等无，我再叫会长，叫会长那开讲嘛。啊，会长讲，哎，会长，我来，咱等不等无？会长甲看顺序就好，来想啊济。好。因为我差不多十天前啊去韩国。啊，阮太太去韩国，伊若不管去倒，就一直翕相。啊，我是做我翕相，我甲一直看。啊，伊讲你若歪翕，讲啊看。翕相，翕啥物？照相。照相，照风景。照风景。嘿。伊讲我若歪翕了，讲啊，咱若翕了，甲看咧就好，记在脑海中就好啊。所以我转来到台湾吼，伊也咧困遐，我甲本地讲，本地我们这次到韩国去玩吼，那个地方最漂亮，那我们风景传播一次。啊，目睭一个揢落遐吼，啊，从头一到尾都传播一次，啊，非常完整。这个一个疑惑的，讲平常啊，你讲看到啥要贴啥，要看到啥就有啥，但是我没有办到那个实体。哦，那个看水有。系啊。变出来明慧君，你有感觉实体无？系啊，我讲啊，你来做主动。真正实体无？系啊。你得实体啊。啊，问题我尾啊要去看，要想要看啥，反正。哦。像要转入实体，拢系偶发性实体，还没有连续性。所谓连续性呢，许许拢实体。啊，恁太太应该。你家己的本体变恁太太的是实体，偶发性主人流落的，主人现象家己来的，已经照到了。变恁太太来的实体啊，相要转入实体的，那流落的转化，所以用差里面观念就有点动掉了。你的主人实体不产生第二层的联系性，你个回忆，阿咪用等待，回忆了习惯了，了会当收入，就是正义。因为拢个女儿就会当用想的，伊会当用主动甲想。你进去想，像你家己想的见如来明慧，而且很清楚，特色，哦，是，
烟的实体啊，你思想的手印摸很清楚，用实体，成一样也当主人了、啊。以六相哦，显花圆整，绝对有圆光，圆光叫何灵啊？啊？本尊有恩赐他长光，新加坡的时候，用圆光做的呀，没有长光，有圆光才当实体。你的六相显花不完整，所以我花性。所谓不完整的讲无色啦，无色的观念绝对无甲重视，因为无用这无用那无用这较袂重视啦，有差别。所以你真以道理和如来如来是管的更改，食物件就足简单啦。凊彩想要食啥就食，哎，对你来讲，哦，足方便的呢。所以你真足幸福的。本尊可以再请问，认识一个天子吗？天使。天子。天子美男子开始要变，带你飞上天空去了，到好像一个天池啊，天池啊，飞从瀑布到山顶上了，经过草毛，哇、哦，山顶上，然后看你瀑布了，已经很远了。哦，天上一座高山，不管青冈站高远、长白山，天池山的洼地很广，弧度很广，遍地鲜花绿油油的。美男子坐在原始过程自然的座椅很舒服，我讲到有啊，欣赏的湖啊，天空云端风和日丽嘛哈，我的天人从天空下来的，天女也是从天空下来的，天人天女比人间漂亮吧，比人间对漂亮，你看天人的气息，天人天女天人天女一起下来，有。现在是有服装吗？现在是有啊，有穿。天人穿带的衣服。哦。你和你的偶像都在那里。有。你和你美男子坐在那里，天人天女没有办法形容，你自己的感官意识去领悟了。天人，你可以带回去当伴侣。那个美男子辞职啊。天人啊，啊，一个子恩康纳来，保罗刘曼在旁边都逊色很多，但现在最帅的男影星黯然失色。天女消失了，出现的是你，只有你看天人。有。那你面对面好像，看你很熟了，很熟，然后天女牵你的手。有，牵到手。好，往天空飞了。你有飞的感觉了哈，我刚刚飞了，飞到哪里？六合之外，无极之野。飞到哪里停下来？好，你自己想，什么幻想都可以，一直幻想下去。甚至还天人，如来明慧，天人，一切都很完美，任何一举一动都会触电。懒得看到天女一个眼神，一生难忘。不一定要天女如来明慧，你女的呢？那天人碰到一下手，或微笑了，也是天人的如来明慧呢。你看天人和世间的男人不大一样，可是很完美啊，几乎很干净，干净到发光。搞到天人去，哎，多威武力呢！哎，搞天人呐、啊，天人哦，天业，因业自然过程，天籁之声，在一个美的世界里面享受如来明慧。如果你是马懿龙，你给你演得很透彻，琉璃透彻，汗流浃背，嗯，对不对？触电，又触电，再触电。如来明慧使法心和意识交缠，交缠会产生触电。哎，你现在有一点不好意思，在爸爸妈妈旁边，而且在旁边都是一些阿公阿伯阿姐啊，哎，怎么如来明慧？所以你回去静静。大胆想说，不会有危险，是人生最大的幸运和幸福。
你妈妈讲一句话，百千万劫难遭遇，就印证在这里。你回去慢慢做，大胆的做没关系，绝对不会危险，啊，你很幸福啦。照你的意思，随心所欲就是完美的如来宾会。记住，环境会给你布置，自然会出现的。来。本尊，本尊在雨道敏和的那一集里面，那时候的感觉是，看一次的 DVD 就会哭一次，痛哭一次，对人生的一种体悟的那种感觉。那我今天要跟本尊就是先感恩，就是说，就是本尊道在陪伴着我在过这段日子，在这段时间，我更体会到本尊的慈悲广大。以及本尊道的博大精深，而本尊呢是以深入浅出、循循善诱，一直在引导我们，所以能够体会到本尊每次讲完的时候，就那个爱珍惜，就是要我们珍惜那个心，那几个字就砍在我的心里面，真的要珍惜哦。那个得来不易，对，真的是会痛哭。好啊，所以。这一次的看的 DVD， 我的感触是真的要珍惜。好，那非常感恩。那有一次在听的时候呢，哈，就没有无关意识，我就看到本尊，看到分身面对面走过来。当然，第一个反应一定是马上跪下去，然后叩拜、磕头，感恩本尊。结果，那个分身就跟我一样的动作给我回礼，起来。啊，怎么没有这样子？好，所以我一直疑惑，就请本尊开始。没有睡觉了？没有，很清楚，我看到分身非常非常的清楚。看到分身，我马上跪下去磕头感恩本尊，结果分身也是一样那个动作来回礼。那我自己觉得好像真的很疑惑，因为真的是一般来讲就是本尊一定会是跟我们讲说起来。处理寡身平等啊。分身的意思说，你已经能处理了，有法身的同等看待，你不必跪礼啊。还有第二个疑惑是，过没几天，看到我自己在一个很华丽的大厅里面，我就看到我自己非常非常的清楚，连那纹路啊，那个表情都非常清楚，色彩非常的就很清楚，看到自己。那时候的那个自己发出一个声音，自然发出一个声音，请留下。我应该是知道自己的分身啊，请留下。啊，结果他跟我笑一笑，往门外走。我又很疑惑了。你疑惑是五官意识进去？哦，这样子哈。刚才在讲静观术数是这个意思。是。哦，啊，感恩本尊，感恩。嗯，没鬼，我讲没鬼都不好。我来。先礼敬本尊跟分身，因为分身在后面，先看到本尊分身在后面，一进来的时候就有看到。请什么上？就跟你一样的，因为你还没有进来的时候，我就知道你今天会穿灰色、白色的，就看到。母亲已经来了，对了。对，我就看到你，现在穿着西装。以前母亲表情怎么样？她表情很喜悦，很高兴。当然很喜悦，每天都很愉快，从来没有愁眉苦脸的。我今天要赞誉的是，我是今天才这样看。以前还没有啊，没有。一波喜悦狂，哎，出底下，老祖公的主念，自己难起，不知所以然。就前这行话，龙修香啊。对，一模一样。有时候说突然，真的给我的力量，那个波很强。有你的观念，母亲有你波。我是这样子讲，我不晓得。那我今天要赞誉的是，第一次见本尊的前几天。不管是意识还是事变出来，就有那个影像出现，分身啊！我不晓得那时候我刚进协会，我也不晓得是分身还是本尊啊。就是说，又想要去拥抱他，可是我不敢去拥抱。他连续三次这样子，进本尊开始这样子，是事变进去还是我的意识进去才会产生这样意识进去，还是分身给你反映出来？那是第三次是跟真真到一个四合院的那个大房子，那个房子很庄严，也很漂亮，跟着你去这样子。然后
又带我去那个四合院那边走走走走。啊，拢彩色的是哦。对，都彩色。我叫你切骨节哦，今麦浑身你有看到？有。也是这个服装。也是。那、啊、穿马一龙那一套服装呢？灰色的。灰色有。马上变过来吗？马上变过来。哦。穿白色的西装。有。马上就可以有。可以。哦。马上都可以有，我的婚生变你的样子。有。你现在的服装。有。你本体变了，不是外人心，你本体变了，可以自由看，自己流露的嘛。哎，对对对，自己流露。我，啊，你想想都看得清啊。我在想要什么看的对。是的，见两三届了，你看主人流露个真好。像光啊这些都可以看到，像大日都、哦、现在都在后面一个大日在。哦，主人这么高温。有，你进到现在都有，进来这会都有。哦、像本身在都带动这手势那个光，那个光体都那个光都一直在。我要带动声音更爱配合更爱功能。对。声音甲更会甲和，很多讲会要和更爱配合声音艺术。啊，就主人的，怎么带动成龙的女儿言语成像啊？我这去帮你看的，听到声，对，跟马上成像哦。对对，浑身巧作啊，对，一直配合也本体呀、啊，配合也针对本体啊灵魂。要给他认真啊，因为我在9月26号那天，就是本尊要来会场的时候，就是前几天也是，就是天女啊一直。就是一直在我就很多位天女就一直在我面前这样，然后一直到最后一位的时候，就是那个两眼呢就是发光，一直直视我眼睛，就是一直对我眼睛发光，一直放光。你怎么知道是天女？因为他那个是光体的天女，不是像一般说那个天女，是完全是光的根本出来，就是光天女是根本出来。啊、那个光很亮、嗯、很漂亮啊！公公，你继承像啊，瞬间哦，现在这个手势，这个瞬间搞我讲的会变像，我你用得到。对，我来讲来电，你来听里面，伊就来电，光的功能。对。啊，来讲无电，天电失电，就是马一龙了。我有一张本身的眉心放光那一张、哦，我就贴在那个我的化妆台的前面。那你的、哦、那张眉心放光那个放光一直直视我的眼睛。哦，原来是本身那个眉心放光那一张，就一直放光，只放光、哦、那个一直强、哦，那只是我眼睛。现在零二年，对小张的。就这零二。对小张的。零得了，把这些电视摩擦。对呀、啊，眉心放光那张，还有奇人这边有个光。黄光。黄光。对，也是前几天才也是放光过来。哦，他说这眉心放光不是相片，变真正人一定眉心光。你也可以看到吗？有，可以，哦、可以看到。对，唐道公奇轮圆光，有黄光，有光凝聚成金珠、金光珠、华光，具体的有奇轮金光珠有。我也有自己也有看到漩涡光，漩涡光也是，就然后一直转一直转，转得很亮哦，在转的之中就看，就是一瞬间呐、啊，只没很久，就一瞬间都可以看到我自己。漩涡光里面就可以看到我自己。换句话说，你现在可以看到自己。有，对，可以看到自己。哎，没漩涡光，照片比实体的人，比我多。有。跟你也分心。有。实体啊，是这样子的。有。哦。还有五色珠哎。五色珠哦，弄个当扁。对对对。纯真，看起来是你，不是你，是你的本体啦。你本体，啊，你的本体。配合更替温馨，这个就会更好。对啊，那你和我不熟啊，你的灵魂马上放光，互相射受，互相汇合啊，所以马上看到大地。给他认真。啊，是爱珍惜哦，爱珍惜哦。没有，我每天很珍惜，我每天都很珍惜。无来无去哦，你修啊修不哦。对啊，客厅有个光堂，就是有个大日，你有看到那个观世音菩萨在墙壁上光的那个观世音菩萨哦。我很庄严，很漂亮。我一直沉浸在那个光中。你一旦看到天性啊，一旦看到文心，就是看到，反正只不过今天观世音菩萨，你看一些重播。有。确定哈？确定。观世音菩萨。对。如果你敢看我。恭喜本尊来开光。
开智慧，哇，小姐，小姐，我家己都无智慧。这种好安唔免智慧啦。主人，智慧啦，主人流露的啦，般若智是本体显化了一种智慧，智识是向别人得的，智慧是家己流露的，般若智。恁弟弟甲印尼人是啊，一个智慧，般若智啦，智慧是般若智啊，无知之知啦，智慧不是靠别人开的啦，靠家己流露。是啊，有啊，有人知影。观世音最，就是观世音庄严，也可以在空中。对，哦，更远，那边那该谁？就是智慧转世成智。还有就是在那个玉皇大帝的前面，玉皇大帝是你的五官是四变的，玉皇大帝点点起来，那个是我看马祖连续剧怎么可以融入进去这样？应该信用信仰啊，信仰妈祖不，哎，那咱出来用妈祖出来哇，李默娘，哦，妈祖，玉皇大帝在记载是无形无相，天公庙，天公庙玉皇大帝是人。他就出来了，无形无相，这个本体也能变干。所以你看，观世音菩萨，对对对，释迦佛在菩提树下，你真的看得到。我坐在那边。你坐在菩提树下。对对，五比丘的后面。菩提树竟然已经变观光圣地啊，也能恢复一切了。对。破坏时空，进入过去是穿越时空。对。回到过去，超越时空。对啊，那时候我不晓得。那时候因为师父一直说不要被那个相所迷惑啊，所以一直就是迷。师父讲的对，不要迷惑相，执着相，分析相。你的主题是，你能看到这个能啊，不是相。能从相看见道，道生万物，万物就是相。老子所说的大相，即所谓实相，诸法实相。针对你的本体，哎，你想要看什么就看什么，和啊，和啊，处其和啊，用的在耳边和相辉和，为末决定，不和即菩提，不会即菩提，不会是菩提，念本体别汉。无相会啊！你若相会，就是合一啦，合了。合所其一，处其合，也是老子来讲，所言报一，所着原来你的本来面目，报着一就是道。哦，这样子，这样子。感恩本尊。那个，我看本尊就是也是看有光啊，包围着身体的轮廓这样，然后在外面。会多一个轮廓，就是重叠分身，就刚刚看到的。刚才在演瀑布的时候，你都看得到有、啊。都有啊，都有啊，感分身、哦，对，都有感。比电影清楚，临场感呢？哦，就是去那里可以，就是直接就像真的那个样。对对，实体三 D， 三 G 立体，就是立体临场感。就是直接都彩色。对对对对对。实体，我都拍摄。那你刚才要讲什么？哦，就是刚刚看到那个本尊身上。那你现在起来战役目标是什么？我战役目标就是提升啊。啊，抓提升，你要提升什么？我拍摄工。没有拍摄工，就是去入外面飞，我自己也有演，也可以演到一个程度的时候，就没有办法再。就再往，就是那个就停顿在那里。对对对对对对对，就是我有那种一演三个小时，就是演到就会一直停顿在没有办法再、哦。一直演三个小时，演些什么？没有，就是演如来明妃啊。哇！演这个你怎么演？偶像是谁？偶像是。现在都不一定了。连续演三个小时哦，哎，演到什么程度叫做停顿？就是你就讲没有关系，就是做爱啊。那真的人那样吗？
就是差不多啊。其实我比较喜欢那种就是比较超越的。你这样你一摊背景都会当连续出来明了三个小时，你怎么开始出现出来？因为你想出来，因为所以真的出现。对，就是、啊、对。出现谁？出现，我现在就随便他怎么出，就不认识的，就不认识他的美龄的店。对对对对。哦。而想要的也可以啦，但是他自己会出的话，那我每次都新鲜的。是怎么出现吗？就直接，因为我有听到，就是说会跑到身体里面。就在冰威，他用眼睛看你，有时候就在冰威了。手碰你一下，就在冰威。那时候从内脏、从心、从耳朵、什么从那些都可以啊。我讲到那就是用手碰，就是如来明妃这个啊。不是用手碰就是如来明妃，意思不是这样，要用心碰。如来明妃就靠心在摄取。就是。你如来明妃有没有来电？怎么叫做来电？来电就是很疯狂的，真的。有。也会来电的嘛？对。就是去摸它的时候，会觉得就是身上的毛都会就是。如来明妃表示成就到呢，所以很光荣，超越不可思议的天人合一境界。如来明妃就如来明妃，如来真如出来了，明妃智慧明了，圆满了。慧主慧，智慧圆满出自如来。真如法身，如来与明妃是一体的，就是出来的那个法身，我带动让他主动，就是在就是他配合你嘛，哈、对啊，他比你早半拍，他马一龙不一样，马一龙哦，天女刚观察出来，他就冲出去了。空气干什么？二氧扑湖啊！能带动是你随心所欲啊！你用实际状况，比如说，你要如来明妃说怎么清醒发生，如何发生？讲一下，直接出现了。直接出现从哪里出现？有温度吗？有。有重量吗？有。有荧光吗？有。彩色的很清楚了。对对对。好，你现在设想。如来明慧的对象是谁？变一个你喜欢的对象，有偶像，电影明星也没关系。有了啊，有了谁？一个大陆的 model， 大陆的 model。对啊，很漂亮。哦、model 在走路的吗？走对。啊，那服装伸展台在那里走路，穿洋装。有，就这个嘛哈、对。在走路。漂亮。哦伸展台走来走去，面向你走来，站在伸展台上，看着你。有。然后你想干什么？他问你说：“你想对我怎么样？”你想干什么？他有没有配合你啊？他停住了，看着你微笑哎，在等你、等你下手嘞。配合不来哦。没有，我没有去想啊。上场了，他站在那里，伸展台还在，弯着头，带着微笑看着你，要你讲话了。对，那请问你要跟我吃晚餐吗？用想的就好啊。那他怎么讲？OK， 好，去吃饭了。对，在餐厅的。对，两个人在餐厅吃饭了。对，有。不是最一流的餐厅，旁边喷水池流水，有点餐都给你准备好了，两个人用餐，有，两个人都吃牛排，你吃牛排有没有味道？有，你让他在你这穿现在服装，你这里有味道吗？有，确定了，对，确定，你回去以后就这样的哦。你自己流露了，有时候不会掌握，你回去做就完全和以前不一样了。是牛排很有气氛。有。他穿高跟鞋啊，也要给你压制到这里，你自己就忙叔叔了。有。压着，然后看着你就忙叔叔了。有。就忙叔叔，他眼睛是看你，就在如来明辉了。有。
你有投入那个意境哦。牛排去家里吃一叉上去啊！你忘记叉牛排肉，你吃到叉子了。有。压着你放电。有。一百一莫多年了、啊。你欣赏的大陆模特在你面前，跟着你作伴，跟着你在旁边，他现在穿衣服可以赤裸裸啊。嗯。有。赤裸裸，你看。有。你幻想梦寐以求的。嗯。有。很清楚。对啊。就是马一龙看不到。又穿的衣服穿好。都随你操纵了。对。自无而共其求。可你是哪一个电影明星，你都可以变成你的伴一样。我们家用老子说，这三公天珠不如此大，其实可以，而且它原来的更漂亮，比真实。如庄主，天地天，神之又神，何能惊焉？现在会来电表示已经真实了，实相是你从无到有的真实相，光的变化相，这实相模特忽然间变成光的样子。光的变化，模特的形状是光性的，有在泥迹成型，你成模特，对啊，泥迹成型，光成为模特的样子，哦，有，泥迹更漂亮都可以，哦，有，皮肤会发光的，哎，皮肤发光，白里透红到发光，你一看到皮肤，盲叔叔嘞，嗯，有，嘿嘿，准没错。你直接在问模特的，现在看着你呢。你问，嗯，晚上来我家里吗？用想的，模特的更高。嗯，我看到这里，我看到这里。哦，哎，别跪，别跪，别跪。嗯。因为今天本尊带动，陈文峰他女儿。如来明辉啊，正好我前一阵子的经，我只是点到为止，现在我还是没有带动如来明辉。对，嗯，啊，正好是说那个过程啊，我前一阵子哈，是神看他来啊，自然的出来，出来之后一定是亲吻我，很自然的融合。他亲吻我的时候会慢慢到我敏感的地带哈，然后我会整个跟他拥抱，但是我们拥抱的刹那之间呢，我们是整个会漂浮起来。本来拢穿衫吼，都飘起来。一来是针对你肉身，而且你的实相。我肉身。以实相针对你肉身。对对，针对我肉身。嗯。然后，当我们在亲吻的过程中，我整个这样漂浮起来，就是，应该说是分身出来了啊。这样子就是两个的，就是拥抱，然后慢慢的飘起来，你的分身就起来了。对，就起来了。你的分身连线给你，连接在你的思想上，那个意思。对对对，那我们本来是服装都是很整齐，可是慢慢的哈，就这样子，就是很纠缠的，但是很陶醉的哈。那衣服一件一件的剥落哈，然后神看他来是会越变越年轻，越变越年轻。因为我以前很喜欢他的 muscle 哈，很粗犷的，他现在不是了，他就是我们在那个虚空中的时候啊。我们就变成是光着身体的，好，但是他皮肤是很通透的，好，连带自己的皮肤，我的感觉是很光滑的，融合在一起的时候啊，在虚空中哈，一边融合一边在跳舞的样子哈，然后慢慢的，这个时候你肉身有看到就对，对，连线，那自己从肉身出去连线，处理如来明慧，这是一种状态，嘿，我们两个。在密合的时候啊，就是我们在纠缠的时候，变成说慢慢的变成透明的，透明了，然后就变成两个光点，光点哈、啊，就是很透彻、很透明的光点，就这样，你就是看到两个光这样子就这样转转转。周围环境呢？就是整个是天空底下的了，因为你在空中啊。对，但是我是看到那种，就像那个光海，看到是光海，还是这样子飘上去。喜悦，很喜悦。如来明慧使你心哦，感受到周边非常的温和、调和、温馨。因为圆满汇合了，真善美的世界就表达出来了。对对对，不论是喝咖啡或用餐，如来明慧任何地点无所不在。对，主题是要表达，
性，融合宇宙，融合人生，融合实相啊。人与法身会合，如来名号是媒介，你的肉身可以提升到出离和我相，缠绵悔彻。从那个如来名号以后哈，然后现在就可以出离。哦，如来名号一顶实体。对对，我就很感恩本尊。如来名号之后，对对，就能够出离，就很多很多很丰富的。这样就能够出离，出离要经过如来名号。感恩本尊。出离又哇了。庄子贡的大地之美，体会到自美自乐，然后子贡美哉自乐，所以如来名号的实相跟肉身的组合，我像慈恩康那啊，自实相法身的所变化，当乐法身吧。对，这一进而你不要紧哦。我现在也比较进步一点，看到光点有时候会出来，可是一个念头出来，我把手伸起来。然后想说我的手可以放光吗？结果那只手啊，一个白光带点蓝光，整个就这样爆开了。以前曾经有这种放光的现象，可是因为有同道讲说，除了本尊能放光以外，本尊的大家拢会，你在一起的时候，影以影响，那个时候就受影响。你照你的体悟去发挥，蒙受影以影响，都变化无方。我无定我相无定相是放光，你个你显化出来弄个当放光，不局限。安尼啊，你继续甲演咯。是，已经进初步的处理啊。去到空中会当形成一团哦，有初步处理啊。爱来电。就是酥酥麻麻，你整个这样子很奔放，看出就像像这个那个超越人间。如来名讳高潮，对对对对，这个是人间的男子没办法做到的。你的心灵的深渊，哦，怎么热流底下一直滚，那种喜悦，一种兴奋，对对，那真是很圆满的，真的很幸福的。所谓一共的高潮，它高潮跟人间的是不一样，它是永恒的，一直能吊着心肝，对，很舒服。你心情做好来做工会精神，如来名有一个特点。不过你精神萎靡，这我家人面拢大模糊啊！对，你用失神啦，对，让你入静心，然后人生总有意义。如来名号的启示，是生命力的展现。对，人生啊，还是饮食男女，就去吃个皇帝拢说啥？看一个老作为，看一个为国为民，到尾也是饮食男女。对，但是你看了，搁做大官。后高贵的人，饮食男女，但是为国为民，不会等级吧？人生就是这样，从古到现在，就是饮食男女呀。如来名号提升生命，进入另一种层次，生命层次，无上的荣耀，无上的高贵啊！哦，所以老子在那讲，能够独往独来，就是至贵的人，你像个宠物，老子讲。做个天助三公，不如进入此道。即心的高贵，生命的高贵。所以啊，站住！如来名号，自生命力的提升，以道名号为艺术啊。感恩本尊啊，开法了。我今天要在意说哈，我感恩哈啊，本尊给我荧光哈啊，让我说不只是我得到荧光哈，连到我家的人哈，就是朋友哈，他们也受受到荧光。我在新加坡的时候，你有看到无？我有看到。有变作实体的无？有。有实体啊。有。应该说偶发性的啦，经常偶发性的。有眼光的好。有眼光。得就是二通，拢会当实体，拢会当验啊，哎，得到眼光。通，得得通。我有眼光。这不是讲咬文嚼字啊，得一定爱通，有实体。随时随心所欲都有什么的，通则得了。那我现在是，那请本尊提升。提升。哎呀，你说还没有完全。你有如来名位？我有。哦。我有。后来你有如来名，既然变你的分身啊，有无？有。你的偶像出现。有。哪一个？嗯。是我在路上看到的一个偶像，我说我不知道是谁，可是有，在那个餐厅里面碰到一个。
一个男生，他长得很帅就对了。对对对对对对对，就比明星还帅，应该说比明星还帅。你欣赏他的对对偶像的欣赏，刚好欣赏没有罪，爱上了没有罪啊？对，讲公不懂欣赏，不知道欣赏。也不怕爱，只怕爱不起来。哦，爱了能爱上更好，爱上会增加你美妙。哎，哇，出现一样微笑，要一样冲过去，慢慢冲啊，二仰匍匐，慢慢走啊。我走你，要，请你面颊。嗯，要。确定有清楚吗？有。实体动作清楚。嗯，有，但是。就是可能意念里面的实体吧，意念里面的实体哦。对，你的思想来蒙，这块不要蒙会掉的。嗯，没得没。可以呢，有时候我就可以，有时候就不行。安住在平台，我到这。但是我在远处外面飞的时候，很真实的，真的是自然流动。对对对对对。自动带动的，主动带动的，对对对，直向，因为那个是没有想到的，那个是没有想到，它自然自然，没有想到就是自然流动，自己本体带动你。哎哎哎哎，如来名位从实体一到虚空，从实体，所以你已经如来名位的迹象出来，那真实啊。所以你五花性的，简单都要带动灵性生嘛，这样。嘿，五花性的自然流动，回去自己带动，出现。那个帅哥、啊、然后怎么带动，照你的动作，照你的意思，到活生生的实体化。好，感谢。自然流露，有当时也无一定嘞，有当二十年无，有当二十秒钟有嘞。那本尊，我想，我那个有两个字，请本尊帮我开示一下。一次出现一个肾，一次是出那个心，然后请本尊给我开示一下。啊，你两个开始都出身心呢、啊？出那个字的时候，那字都是黄金色。麦个想过个想，麦个早已向咬文嚼字过掉，过你的本体过掉。感谢本体不见两字，安多好。我想说，他出这个字会不会？那是圣人之心呐、啊，该出一个鬼魔啊！啊，是该出魔心。啊，是自己的阿子飘，阿飘，还明白吗？所以不要招以相，文字也是文字相。嗯，感恩本尊。感恩本尊，我想请问一下本尊，我那个往生的爸爸还有婆婆，本尊可不可以放光，让他们也有圆光？我有看到我爸爸的头后面有圆光，也有看到我婆婆的头后面有一颗圆圆的。可是想请本尊按住，你有看到吧？嗯，有看到，有看到了嘛？这样算有哈、哦？算有啊，有看到的好啊！我这个来重复一改，你看既然有来来来，一进有出现，有，后面都有荧光，有，哎，我都有啊，哦，安尼荧光，非常广大的生命体系啊，对魔教有穿梭，魔教有魔的，像你爸爸妈妈无啊。荧光灯给你对照出来，照明出来，光的功能。荧光灯给你照你的模特儿出来，光的功能，光的功能很大，光只用你的天多，这天多啦。你当找你恁老爸老母，你当找出你的模特儿，不是我啦，光啦，光给你看的。哈哈哈哈哈！这，来，孙子免跪啦。感謝光。欸，你有要站立嗎？啊，坐上去。你坐上去嘛。啊，免開啦，免開啦。免開，坐坐。今日全程吼，起來感謝光。吼，光的，救到文太太吼，伊即摆病攏袂攏好呀。那寸哦，攏袂寸啦，六十幾公斤瘦到剩四十五公斤，啊，就攏好這樣子。啊，所以特地吼。更感谢一下，大部分本来要开刀心脏哦，哎，心脏啊，无开，即摆拢正常，拢正常，拢正常。佮我讲嘛，我都改善，伊也讲嘛，我都改善，更的功能。哎，特地的更感谢一下，迄个。其他吼，就是讲，本身正常啦，本身站立过吼，伫二姐的时阵看咧吼，看咧分身吼，等下台湾看咧一个人，特别拢对看，
这个问题。这个、哦，你看你的分身要对抗。分身肉体跟分身边那对抗，边那对抗。啊，你看我对抗着，你看我看到分身。我看到我家己的化身。对抗的是意识切过分身的，分身有哪位？看到家己的肉体。看到家己的肉体，故事用来对抗啊！你有看到分身，分身有看到你。哦，你搁另外一个视觉看你家己对抗。哦，你这个分身有你的视觉，这实相啊，你也看到分身对抗。嗯。表达是咱人临终百回迄阵吼，倒伫梦前死去啊，死去了断开，断开了就袂使讲对抗啊。你断开以前，你就看到你的分身起来，分身看到你倒伫梦前诶。嗯。对抗，你就先看到分身啊，断开了，失去啊，分身啊，看到你倒伫啊，单看无对抗，哦，啊，了分身走，带你一生的经验继续安住永恒时空，化身啊，对啊，所以先看分身出来了，啊，甲对抗，化身先看到，你啊甲对抗，嗯，对。你即摆即个问题，分身自然甲你对抗，嗯，自然啊，互你对抗。对抗，针对临终真重要一个项目。人还未到一百岁，未注重这啦。温馨是第二个你的生命存在。所以死就是生的开始啊！啊，你要温馨不生不灭啊！温馨变化出来，不生也未死啊！超越生死，温馨的你的化身。化身包括灵魂，包括本体，包括肉身，三位一体的就。你也得看你温馨的真。我看到，真有啊！吼，哦，无就无，你的分身出来，分身有，你的视觉伫只看你，安尼有无？有看，这个对看。嗯，讲袂紧，讲袂紧。你讲无？昨暝看到阮婆婆甲阮公公转来。哎，叫这这这这。阿姨，敢那像转来，像咧平常安尼，像咧平常安尼生活安尼。啊，就是这个，我唔捌甲阮婆婆、阮公公生活在一起。嗯。啊，伊转来，跟阮那像平常的生活，比较哩开讲安尼。哦。嘿。甲你也问。两个拢有荧光。啊，这阵话，啊，你起码看到咧，往生者爱有荧光，就是五百年之前，咱佛教讲的有衰相的出来，就无荧光，无实体，即马有实体啊。确定有看到，个笑头笑面，继续笑咧。啊，你转来注意，哦，该好啊，哦好，小心。因为他爸爸经常到那个澳洲去啊，啊，迄个小孙甲小孙啊，拢请你话，请你讲。嗯。啊，伊拢有看，拢有迄个。哦。哎，跟本尊。嗯。谢谢本尊。也个出现挂荧光来，是化身。啊，那四变的无荧光，化身来，你才有荧光。安尼分别就对了，有诶有诶分不清啊。文心，当下含咱生活做伙，上个一届两届，我伫 DVD 有讲。嗯。感谢本尊。来，请请请请请请。哦，你身体好，奇精诶哈。感谢光啦，这种光诶造化，光诶来提升啦，本尊安尼对咱安尼哦，这个恩情，然后报答啦。哦不不不不不。断断咧，光的功能，我无功。所以感谢光甲本尊，所以光哦，光的伟大哦，我都能形容啊。光光我能形容。听着，光啊，身体好起。感谢。冲一路路行，后壁化身。谢谢。嗯，好好好，对看啊，对看。啊，好好，谢谢，谢谢。谢谢。拜拜拜。感恩本尊，我是第一次这样子的。我是看那个光哈，有看到那雾雾的，啊，请本尊帮我加持。你有看跟阿谭对话的 A 内容看无？我用想的而已。啊，本来都用想的，想就有，想的就有，想就有。有，我就想。可是想不出来，这没有。我有跟着。想就有。有跟着，哦，然后有看到，就是看到就想着漂亮的花，然后瀑布啊。以清楚为目标。现在不管在前面或脑子，他前面程度就很好了。感恩。周长青呢，在前面。有，就是闪一下这样子，有看。你爸爸出现了。
我爸爸有，我爸爸过世很久。你爸爸出现？有看到他。是事变，嗯，透过你本体变出来，不是化身出来，嗯，消失。你妈妈出现。能看到这样，天地万物都可以看到，巴黎铁塔出现，天地万物，天地万物就看到，透过你思想去看的啊，要不然呢？就是想出来的了。海洋出现，有感恩，落日出现，夕阳下降，感恩，马上有速度很快，加快，森林出现，感恩，马上有先有，然后会流露其他出来，你就顺势。没有，我们去协会才认识，但是我们两个二十年前就认识，碰到。我那两个是朋友了哈。哦，我想感恩本尊点燃我的法性，然后复活我的法身。哦，那我感到非常的幸福、高兴，还有幸运，现在很欢喜，感恩本尊。好高兴哦，我好幸运，感恩本尊。来，小姐，拢看有很多咧，瀑布电管有草毛，有亮光，耳足清澈，瀑布的声认真听，还袂记着你咧欢喜时，甲我吸引着有啊。你有偶像吗？偶像出现，像他自己跑出来，我不认识他，然后有两个辫子，那个。很漂亮，然后可是没有穿衣服。哎，没穿衣服就没穿衣服啊。那一个再出现，没穿衣服。有，就这个嘛。就是比较不会动。像人站在前面。对对。不会动就立正站啊。啊，你给他抄基本教练，给他举右手。有。举左手。有。蹲下。有站起来做体操。刚刚哦，你当作实相来看，没有色情观，很漂亮，你看了就会觉得很舒服了。自己流露出来的，你本体变好些了。看看本体，看看本尊。哦，按下出帘，你刚才讲赤裸裸，嗯，我就赤裸裸，很清楚，皮肤很白。对，仔细看他的手，手如蝼蚁呀，蝼蚁的。超爱，细白细嫩，很干净，指甲很干净。嗯，来，你稍微摸他一下手，能摸到。有，思想有哈。有。你摸他面颊。有。亲你面颊，你感觉到？有。有。他坐在你腿上。不要想，不要想。直接听我的声音，坐在你身上，亲你面颊也有，叫你一声周长青，有，然后他走，有，走的姿态很清楚，背影向着你，有，很干净，很漂亮。如果他当你老婆要不要？好，好，哎，他转过来了，没有。就当你老婆好不好？好。你问他，你问他。嗯。点头就可以。他有跟我眨一个眼睛，这样。他是跟我眨眼睛。哦。他也有踩我的脚。哦。然后他跟我吹气。哦。他有风的感觉。对对对。吹气就是触。对对。有风的感觉就是触，所以你现在六相完整，很好。谢谢本尊，康康本尊。六相造成你很幸福的人。比别人幸福，对，我非常行动不方便，比别人幸福，对，我感觉很，哦，你要只想境界比什么是幸福，哎，你看他鼓励你，那直接答应你好了，好，谢谢本尊，哦，就从今夜起，啊，感恩本尊，感谢法身，谢谢，啊，就从今夜起，不要想说我没有明天呢，不跟我啦。跟我了哈，哦，他有很有主张啊，他要跟你了哈，哦。跟，谢谢本尊。